中国好声音学员常颖，一袭白色丝绸长裤加上一条蓝色头巾，这样的混搭一登场就引起了现场观众阵阵尖叫。随着音乐的律动，一股极具穿透力的嗓音从她的喉咙里迸发出来，点燃了全场观众的热情，也令四位导师不禁地在转椅上摇摆起来。副歌过后，那英果断拍下转身按钮，汪峰也紧跟着转身。常颖来自吉林，作为一个34岁的超级辣妈，她表示当妈了也可以唱 funk 的东西，也可以在舞台上尽情地释放能量。随后网友发现，常颖年初还参加了歌唱节目《妈妈咪呀》，但当时的名字不是常颖，而是孟文。在这之后，常颖回应了自己并没有改名，并且发出了自己的身份证照片，粉碎了这一传闻，并且发布了多张年轻时的照片，证明自己在音乐道路上执着的信念。搜狐视频娱乐播报整理报道。您现在收看的是搜狐视频，我是大鹏。